阿兄，你瞧这裂痕，
这痕迹和乙地珊珊的好生相似，不过商山的裂痕比这小了许多。乙地山、商山、高阳遗迹，一路到这儿，裂痕是越来越深了。只有轩辕剑气能造成这种裂痕，果真是大小姐来此降妖了。往前看看吧。你们在我田里干什么呢？倒也不像来偷菜啊。老张，失礼了，没踩着你的作物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看见这裂痕，觉得好奇才走来。那是天雷劈的。天雷？这大概半个月前呢。夜里突然刮风下雨，一道闪电打下，震得我从床上滚下来。我担心田里出事儿，赶紧从家里跑出来。结果，田中有位仙子拿着发光的大剑，正追着一头妖魔打呢。我呀，才想看得清楚点呢。你猜怎么着？又一道闪电亮瞎我这狗眼呢。再回事儿。两个都不见了。人怎么会突然消失？老张，你真没看见他往哪儿去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说呀，这肯定是仙女下凡来捉妖吧。你挺识相的，我家大小姐确实是天上仙。不晓得去哪儿了吗？阿兄，我们不妨跟着裂痕走吧。那个方向是夜翼。要是小哥真的找到仙女，看他能不能把这裂痕补起来，行不？好啊，我尽力。去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小兄弟，可以拜托你帮个忙吗？前几天我家小犬走丢了，好几日了还没找着。最近森林里出现了匹狼，我担心会出事啊。可我现在受了伤，暂时没办法去找，希望能请你帮个忙。好，
一定带回令公子。你可要帮我找回小犬啊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他长什么样子？黑黑的，身材也挺结实，大概这么高吧。记得当时在林子里，最后像是往南跑了。老夫人，遇上什么困难了吗？大爷，大爷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！我二胖修他不见了，被妖魔抓去了。你可得帮帮我！老夫人，先别着急，给我们讲讲你儿子的事。帮你找到儿子。太好太好，他体格特别的好，穿的也很潇洒利落，你们见到他肯定就认得出来。好，我晓得了，若有任何消息再和你回报。多谢你们。阿兄，总觉得那老夫人讲起话来特别夸张，像是她说她儿子的长相就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母亲眼中的孩子自然是美化许多，不过她时而紧张时而冷静，确实有奇怪之处，稍微留心些吧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父前些天去了城外的林子，可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阿父说要打两只兔子给我补补，我不想要兔子，只想他早点回来。你们能帮我找找阿父吗？我们该怎么找你阿父？我阿父是个士兵，绿林军的士兵，然后他身上带着个红色的香包，是阿母之前做的。对了，上头还绣着些字。啊？我不认字呀。好，你在这儿等，我们很快回来。
裂痕竟一路从昆阳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的。那还用说，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，不是人人都能发挥它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啦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这腿又疼了，整日只能待在这儿，乏味的紧。能不能帮我打听下，最近街坊可有什么新鲜传闻？行，我帮你去问问。好好好，哎，快去，快去。
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。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多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，诸位说是在找人。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，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。有人大着胆子，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。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一定是有人假冒大小姐，这冒充大小姐的家伙可真容易惹事，抓到他后可得好好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要我说，就是天台密林的青铜大老虎了。那头老虎面目狰狞，他一吼啊，十里外都听得见。听说他还会吐火呢。
这是黑火的痕迹。啊，不错不错，这的确是黑火留下的痕迹。战斗的痕迹，或许是被妖魔缠上了。刚刚还说是有人假冒，怎么现在就改口了？啊，逝者已矣，被过去绊着脚不可不行啊。带着香包的绿林军，恐怕这就是静儿答复了。盼君早归。是啊，盼君早归，盼君早归西了。又是绿林贼党，一起归西吧。有状况，星耀。走吧。呀！声音。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阿兄，嗯，守平的那些妖魔，为什么文殊将军不帮忙赶走呢？
这个嘛，香儿，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吗？记得，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涸的池里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相濡以沫。如果文殊将军帮忙了，就像是那两条鱼儿解决了当下的危难。可真正的问题所在，其实是池水。因为池水干涸，才使得鱼儿必须如此艰难地活着。相濡以沫的精神固然动人，但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就是坐以待毙。世道也是如此，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困难疲于奔命，而要看得更远。我还以为这个故事讲的是要顺应本性而生。一个故事本就可以有数种解释啊。是李军，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向客官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！叛徒，闭嘴！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，隐世避祸不可诺，不为天下魔影放弃。什么魔影？这天下大乱，是你军放肆的武林乱堂。师妹，可得想清楚了。受伤了，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真的没事，小意思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，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
走了，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。这么说来，大王应当也见过墨子祖师了。哪忘得了他呀？说到底，也就是个会机关术的糟老头而已，说个话都结巴。这评价听来可真是不好。当年他和国君谈判时，还得带上本大王。要不是仰赖本大王的口才，世上不知得添上多少战火。不过他也确实有值得称赞之处，现在想想，当时应该再多和他比试比试，他的机关肯定能和本大王战上百回吧。晓得你现在心里焦急，但这一下下来又没有人会为了下来，也为了大王你自己，我们得尝试各种可能。说不定夫人只是途经此处而已，大王别紧张。喂喂，走吧，你先除掉那群妖魔才行。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
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乙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按着村子被破坏的程度，怕是连蛛丝马迹都找不着了。夫人来了这里，随后就有妖魔。这事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而且周遭留下的痕迹总都有几分相似。吉鹏大王，夫人真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？假鬼，这问题佐证你完全没在听本大王说话。大小姐的人格是不容置疑的。是是是，你说了算。继续向北的话，就如大王先前所说，是嵩山吧。这么多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本大王也不晓得，但大小姐这么做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依我看，肯定是因为太聒噪，夫人嫌烦了。大小姐从未嫌我吵，就只有你们，总是跟本大王顶嘴。你们该庆幸是本大王宽宏大量。
多谢大王。打扰三位，听闻嵩山有个叫做鬼谷的地方，我们打算前往寻人，不知可有什么门路？瞧，我就说定是要上山的。哎呀，子友啊，别失礼了。你们不是朝廷的大人吧？不是，为何有此疑问？这样的，不久前才有些大人们上山去了。况且从来只有我们请人上山，还是初次听说自告奋勇要上山的人呢。要想去鬼谷，都是沿太史山道，但内侧的路被封住了，眼下得走少史山道才行。这要说明白，可得花点时间。方才听几位提到山上的迷障，可是与少室山道有关？这便是问题所在了。不知三位有没有听过华盖老人的传说？小鬼们可真是孤陋寡闻，华盖就是发明秘法的新官啊。正是正是，华盖老人曾于少室山隐居，为免外人惊扰，在此地按天象星斗设下了迷障，从这儿就能望见几乎整个山道都是迷障的范围，所以得穿过迷障才能登上少室山了。华盖老人按星辰方位在迷障设置四关祭坛，只要诚心祭祀，迷障便会解除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活，直到前阵子妖魔出现为止。若是身在迷障，又如何判断祭坛的位置？事实上并不难，四个祭坛分居南西北东四关，只要辨认星辰方位，便能找到出路。你们说的妖魔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问我就对了，我真是，哎，这几个月来最烦心的就是妖魔。山上本来是有些精怪，打猎采药时，咱们总是懂得避一避。可前些日子，妖魔莫名变多了，而且长得奇形怪状的，凶猛得很。后来呀，就没人敢入山了。
说起来，你们怎么以为我是朝廷的人？前几日大人们来到，带了一批军队进山，说是要剿除山中妖魔。哎，但也不知怎么，七日过去了，仍毫无回音。哎，迷障毫无动静，怕是全死在山里了。连官兵大人都应付不了，还真不晓得有谁能处理这事儿。不如你们准备好祭品花果，由我们带上山去吧。要是弄不好会丢了小命的，小子，不值得呀。我们无论如何都得上山，祭祀华盖老人也方便我们行事。要是三位能指引个方向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他们这么说了，试试未尝不可。也是，晚上可得替他们举行入山前的祈福仪式了。祈福仪式？就是吃吃喝喝，跳跳舞什么的，热闹得很。也不算错，但是主要是为了通知山中鬼神，请他们对上山的人多加照拂。对了，仪式要的祭品，不如就用你们带的鸡吧。我脸花儿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开心。一路走来，所到之处不是战乱就是妖魔，只有他们过上了还算安稳的日子。大家所求的就只是这种简单的日子吧。是啊，若能当一只太平的吃枭，又有几人想做奔波的冤厨呢？你呀，战火还没烧到这儿，妖魔有人上山帮他们打了。若不是冤厨四处奔波，吃枭哪来的太平日子呢？上山的人应该是李军。我也觉得是他们。希望守平那样的惨剧不要再发生了，愿天下人都能安居乐业，不受妖魔侵扰。小时候觉得机关术很神奇，可以做出好多有趣的东西，就像这机关渊。可后来，却又有那么多人因为机关术而枉死，难道就不能只用在造福百姓吗？你一直留着他，看着他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的长安，去了西域也舍不得丢。那时候就算闯了祸，也总是会有人帮着我呢。机关渊呐，13年前，李军冲进我家，杀人放火，阿父阿母将天书和香儿托付给我。逃走的时候，我亲眼见到阿母被李军所杀。
你想找他们报仇吗？等仙儿恢复之后。现在，我已经不用别人帮忙了。而且，若是有人需要帮忙，我是义不容辞。红儿，你真好，我不知该怎么谢你。那就陪我喝两杯吧。嗯，好啊。醒都醒了，还装什么？头好疼啊！头疼？是喝高了吧？这样就不胜酒力，还敢说陪我喝酒？哎，以前也不常喝酒，红儿就别笑话我了。是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这样倒也不坏。啊？什么？来。好美啊，这是什么花？啊，这是。走吧，我们上山。
急。被迷雾包围，星光却能照进来。哇！没想到是这番景象。吉鹏大王没来过这儿吗？当然没有，以前都是直接走探视山的山道。就在前头了。啊！不摆上祭品吗？这儿已经有祭品了。是李军放的吧？也好，替我们省了点事。你看，如此轻易就过了难关，后面可就轻松了呢。机关祭坛也已经放了祭品。
没气了。香儿，你怎么？这些李军滥杀无辜，行事与妖魔无异，如今反被杀了，也怨不得谁。可是他已经重伤倒地，不成威胁了，而且他刚刚……阿兄说过的吧，我杀的是一头妖魔，还有妖魔就交给我了。香儿，别鲁莽。村人们帮我们准备的祭品。香儿，他究竟到底这里不太对劲，先找到香儿再说吧。子旭，冷静。好，我能直接解除迷障。为什么？
自然是因为这里妖魔太多了。你们一解除迷障，这堆妖魔还不冲下山去？这道理5岁的娃儿都懂。说的是，李郡主本来解除星辰迷障的话，必然有后手。但如今李军死伤遍地，恐怕就连李军也错过了妖魔的威胁。好，我们见机行事，走吧。可能是轴承有些损坏，修得好吗？需要换组新的，但是可以勉强调整一下。像这样，再这样。试试看，应该能走了。先凑合着用吧，找组新的轴承，红姐姐帮你修好。
找到大小姐，自然就有的笑了。可要是夫人不在此地，该怎么办？只不济，回谷老头那儿也会有点东西留下来，往前走就对了。阿兄，你看，我自己也能对付妖魔的，还有李君也是，星辰迷障我也解开了，虽然最后弄坏了机关人，但红姐姐也说这可以修的，而且反正我也不会痛嘛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帮忙的，真的。看。啊。你可以对付妖魔，也可以对付李君，但妖魔未出便解开迷障，这就是后果。我不知道会这样。我子胥，宰了你这畜生！走吧，我们上山。事情，当年在这儿也是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，大小姐当时也在场，本大王身先士卒，率领仆人和鬼谷老头大战四方，一举拯救神州大地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在听啊？
算了，下次再见。夫人不在这儿，人不在这儿，肯定也没走多远。这以前是鬼谷老头的地盘。这门上的机关，与关押吉鹏大王的机关倒挺相似。我还以为是出自哪一派墨家的传承，想来应是夫人的手笔。小辈眼力还行，现在听本大王的指示，来把这机关解开。小鬼们，来这儿！这上头记着的卦象，各爻的阴阳之别，就是谜题的关键。按照卦象踩上石板，解开这机关吧。
仔细点儿。你这么一动就错了，小鬼可机灵点儿。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。仔细点儿。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。小鬼可机灵点儿。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。小鬼可机灵点儿。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。
可机灵点儿。你搞错方向了，小鬼。妖魔，这机关妖魔怎么跑到这里？
找大小姐的。这儿机关重重，妖魔是如何进来的？总不会连他们都通晓机关术吧？看来得解开这组机关才能通过。你们可得当心点，要误触了什么，本大王也无法保证安危。夫人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到这空荡荡的遗迹里头呢？
从刚刚开始，遗迹中的机关似乎都是以防御为取向。或许这些机关是为了防止妖魔逃窜而设置的。这么看来，夫人是将妖魔引至此处，再用机关困住他们了。我早说过，大小姐不会与妖魔为伍。子胥，你看，这儿的机关有了，找到了，有了这个就可以帮香儿修复了。当真？来，我来处理。修好了，真的好了，谢谢红姐姐。阿兄，红姐姐帮我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又帮得上忙了。我倒觉得这机关人修不修都无所谓，我真正要紧的是赶快找到夫人，请他出手为你重练身躯，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，不是吗？阿兄，修好了。嗯，刚刚其实打得不错，就是有一点不太好。啊，你呀，以后别一个人闷着头冲了，我们一起，好吗？好，好。既然修好了，就走吧。嗯。